吴昕法师二刚刚杀青，韩东君又将背起行囊加入真人秀《我们十七岁》。要说这人气一高，工作行程也是排满档的节奏呀。11月7日忙里偷闲的韩东君以一袭帅气的牛仔装现身上海，以代言人的身份为某洁面皂新品发布站台。作为当红小鲜肉，东君对自己的颜值也是保养有道。听说起这面部清洁，已俨然是专家水准了。当然了，东君最为粉丝津津乐道的可不只是那帅气美颜，健美的腹肌才是迷妹们的最爱呢。对此，东君也大方自曝，在《吴昕法师二》中继续会给大家派福利。我觉得是我的平头，但是好多人发现，我发现后来好多留言说的是我的身材哦，身材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可能现在大家的这个关注点都在裸与不裸的上面。我在第一季中，可能看过的朋友知道，在这个第3集还是第4集，有下井的戏吗？对，哦，对，下井，然后有脱掉上半身，所以第二季裸下身。不不不，第二季会不会再次秀身材？第二季也会有。也就是说会继续秀腹肌咯，迷妹们赶紧把口水擦一擦吧。出身于运动员世家，东君的体能自然也是没话说，看来要 hold 住即将开录的《我们十七岁》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而说到体能担当，韩东君自谦的表示要在节目中多向奥运冠军孙杨讨教一番呢。不敢当不敢当，因为孙杨他是我们的奥运冠军，然后代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游泳的这一个项目，所以可能我要跟他多学习一些体能上的一些锻炼啊什么的，我们可以然后互相的了解一下。其实我一直有在锻炼，对，但是他更加的专业性，所以有很多东西我要再向他请教。对，作为最小的队员，韩东君坦言自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参与录制的。既然是说好的重返十七岁，不知道对于东君而言会不会想在旅途中邂逅一段爱情呢？恋爱啊，17岁有点早，没成年呢。